轿车行驶在山路，左侧突然一辆厢型车逆向超车，前方是弯道，天哪，它飞起来了，实在太惊险。放慢动作看，车子没有转弯，竟然直冲往前飞，飞天厢型车冲入山谷了。这一掉到底掉落哪里了？车子掉落山谷，还得仔细寻找究竟哪一个位置。有没有人受伤？我是驾驶，我卡在座位上。好，我们马上派人处理。山谷底下喊声呼救的是女驾驶，但是到底多少人受伤？几人受伤？意外发生在24号下午4点多，时间已经接近天黑，救难人员赶到，天色暗了下来，打灯架绳索救人。小心啊！没了阳光，救难人员带头灯穿越草丛找到伤者。天色越来越暗，山区还起浓雾，视线不良增加救援难度。意外发生在台14甲线15.8公里处，厢型车坠落30公尺，车上除了司机，还有3男4女，都是菲律宾籍。19到场，先救出5个人，另外3人卡在车底下，其中女驾驶和最后一名伤者体重都超过100公斤。3个民众是比较严重的，一个受困在驾驶座，一个是被车子压到手臂，然后一个受困在车内。那刚刚最后一个是在8点40分将最后一个送上来。一车8人已经超载，他们到合欢山看雪，下山的时候疑似因为刹车失灵飞车坠落山谷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